的仇，这一次握紧命运却不低头。天黑已难受，无谓的梦等谁成就，风雨聚散这位大哥，您看我把我女儿给您，你把您骆驼给我，我们交换好不好？爹，别卖我，别卖我！你哭什么哭？又不是去死，我们把驼峰搞丢了，我们赔不起，明天就要吃官司，我还要挨板子发配，你别怪爹。我不要啊，爹。过来。多大了？刚好16岁，年轻，好生养的。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爹。好，我要了。哎呀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！救命啊，骆驼！姑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待在一个屋子里。不要紧啊，你就在家安心休息。我虽然不懂得做菜，我也知道凡事离不开用心二字。像你这般心烦意乱，去了也无用。擂台的事情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傅妍希，你如今在何处？也好，这几日我忙得要命，竟不会时时想起你。张衣冠，江蚕和茯苓合用有毒，你身为御医竟不知晓。官家诊中用药，这脉案中既无一次记载，隐瞒不报，你是何居心？陈耀诊并非太医局所备，官家也从未叫太医局开过江蚕粉。这药包中的江蚕粉只有1两，且非口服，而是凭气味发散，药性更要减弱7分。而那汤药中的茯苓只有4钱，就算两者相克，所生的毒性也只是让人睡得沉些，绝不至昏迷垂危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瞒我？这药诊确实常情所致，世子不知
官家若不靠着茯苓与姜散粉，根本无法安歇片刻，怕有心之人知晓，支遣了长青采买制作药粉，此事再无第三个人知晓。官家无法入眠多久了？官家多梦难眠已有十年了，自灵王去后更是整夜头痛难忍，再难安睡。恐怖父亲连我也瞒着。张医官，依你看，这两味药毒性浅薄，却造成当下的局面，是何原因？恐怕是由未知的毒物与此二物一同作用所致。那可有解毒之法？这连什么毒物也不知。我告诉你啊，来了之后就不许再偷东西了。你要是再敢偷东西，我就剁你个手指。属狗的你，你还想咬我啊？要再不乖，我就把你给炖了煮了吃。我给你加点料，炖得更入味啊！哎，逗你玩的，这都是活血化瘀止疼的好东西。哎，热汤面来了。哎，我刚就闻到这味儿了。床底下找了吗？找了，箱子里头我都翻过了。昨天晚上吃了三大碗面，我问他来历，什么都没说。早上回去一看，人没了，走了。我跟你一起去找找。啊。等一下。嗯，你怎么在床底下？地上这么冷，别着凉了，出来。出来吧。不是要打你啊！你怎么躲我床底下？你想跟着我是不是？那就跟着吧。姑娘，你是谁？你别回头，只当看不见。咱们去对账。嗯。姑娘，白掌柜来了，快请。白掌柜这么早登门，想必是有事情要同我说。就凭大姑娘你这张嘴呀，任谁也说不出坏话来。明日便是第五日了，咱们的擂台就要结束了。大姑娘，你可知如今胜负如何？昨日打样，刚好差三个牌子。哎，不管这唐西楼最终花落谁家，明日可都是最后一日了。白掌柜可又打好算盘了。哎，这几日宾客盈门，我方知何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呢、啊、白掌柜原来是舍不得啊，想要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当初与大姑娘设下的擂台，想必你我想的同一件事。这五日擂台足以叫唐西楼名满京城，这最后一日不如就叫它更热闹些，你我两家当场摆擂，各出一位厨子，比刀工，比火候，比味道，三局两胜，如何？大姑娘犹豫什么？这若是要雪人出战，花家必定出主厨，我不能替他做决定，待我问过以后再回复白掌柜。姑娘，不必问了，我去。福东姑娘，只一件事。我要与你白记的梁富贵一决高下，而且不论输赢，这三局都必须比完。为何是他？姑娘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赢过他。
齐秀思是是你？是我。拿下！接着！走！让他们先走。燕心，你小心。不必担心，大姑娘楼上有客人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三婶，来了来了，赶紧人走，赶紧离开。白掌柜，唐师兄今天必须打烊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，眼下来不及解释了，大家赶紧走，大家快走，赶紧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唐新楼今日提前打烊，各位赶紧走。打烊？放开！放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快快，陈！郭远新，带着人鼓动气场干什么？我乃当朝亲王，你想以下犯上吗？以下犯上，这罪名我认了。拿下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抓住他！抓住陈亮！快抓住陈亮！急着他们！